42章第一节到第六节，约伯应耶和华讲：“我知你万事拢会，你的旨意拢会阻挡的。这个无知来看目所议论的是一罪啊！所以我有讲出我所无明的，就是我所想未出的机妙，我所唔知。求你听我伫讲，我问你，你应我。”我前耳孔听见你，但我的目睭看见你，所以我家己仰望，在尘埃甲灰灰的中间翻飞。圣经读到这，愿主赐予听伊的话，搁去行的人。这边学了，现我对所要学了的是我是求主每日引我路。接下来，感到咱要请您团队。